Hello, Jane 啊，是在这边做的 items，然后你去 mass update 这边，OK，然后你加了很多个东西嘛，对吗？你要一次过 assign 去新的那个 printer 嘛，so 你在这边有一个叫 setup gadget printer，你按，然后过后你可以去选你的产品，你一个可以打那个产品的名字，让你打 search，或者是你找这个 category，OK，打个比方我 search。OK，是这两个东西，你可以直接按一个这个，然后你可以去写 batch setting，在这边要写这 batch setting，你按一下，OK，它就叫你选一个 printer，你就选那个 printer 就好了，完了。